你不怎么样，我抓你说，哎，啊，哎呀，斗鸡摸狗是吗？怎么了？他也不吓死我，我以为是谁呢？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？笑眯眯的。哎呀，耍了个男朋友。哎呀，送我了两只鸡，我想拿到菜市场去卖。哎呦，驮来的吗？哎，肯定是驮啊。要不卖给你？怎么卖？哎呀，我们都是邻居，隔壁邻居的，就卖你600块吧。600斤啊，能不能便宜一点呢？哎呀，这是土货来的，你看，你看，还吓大。500卖，不卖，我走了。啊，那，500就500，说这种了。但是你今天晚上有人吗？今天晚上我叫杨希吗？那我等要去你家留个腿推给我。肯定必须留。哎呀，来500。哎呀，那鸡是你的了。哎呀，我先回去当鸡喽。嗯。我等下过来。哎呀，今天又可以去打两把麻将了。我去抓一下大王。哎呀，来了。哎呀，乐乐，快，水，你大王。大什么王啊！哎呀，又！哎呀，哪能给你臭烘烘来关我这里干嘛？打扰我的雅兴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别走！干什么？这个是你家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啊。咋做贼都不懂扎屁股的呢？啊！你不要乱说话吧，我小心我把嘴撕烂的。撕烂了，等一下那个嘴巴啊更加大，要更多的钱。我给你干了一个好东西呀、啊！什么好东西？哎，拿过来删掉了。删掉不是不可以，这个嘴巴等一下喂。哦，小抱抱斗鸡哦！哎呀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啊，真的是，干嘛？哎呀，没有。没有是吗？哎，我跟他嚼说去了。删了吧，把它删了。这个数5块啊，50啊，500。哎呀，我才卖了500块钱。讨价还价。哎呀，我才卖了5块钱，400行不行？我都跟踪去了，干到这个数，不给是吧？给。那你把视频删了吧，拿钱再说。还数什么数？删视频。删视频也行，刚刚我可没说这个钱是删视频的哦。删视频啊，得帮我干活、哎、帮我收一下这一块地的包谷啊，来。哎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我不要。嗯，不来，那我回去跟他交。哎，赶紧进去！你家的包谷又大又粗的，赶紧进去再说。哎，你真是个无赖呀！你家的包谷又大又粗。而且还长毛了、下次啊再干这种事再让我干到啊，还有一块比这个还大的，嘿嘿，把视频删了。气死我了。老公，哎，怎么了老婆？我们的鸡不见了。不应该呀，我早上还捡了2个蛋呢。哎，我还说留着做玉子吃的呢。会不会是被偷了？饭后一根烟，赛过活神仙。过来，干嘛？是不是你偷了我家的鸡？嘿，阿娇，不要诬陷我。什么诬陷？
这条路你每天都经过，是不是趁我今天上街，就给偷走了？哟，你说的这什么话？我为人那么正直，你觉得我会干那种事情吗？还正直？啊，你看一副刚吃饱的样子，我就是你偷的。那难道我吃饭都有错？我跟你讲，从实招来，不然拉你去村委。哼，我看你这种态度啊，本来我是想告诉你的，现在看你这么说，我不说了，我知道是谁偷的。哎，来走了。你知道谁偷的、啊？哼，知道，说说嘛。而且我还有证据。哎呀，邻里邻居了啊，说也行，不过我得要这个。哎，行了，等下我给你十块钱去买水。哼，十块钱你就想打发我，一包烟我都买不到啊。狮子大开口啊，两百，给就说，不给就算了，而且我有证据在这里面的。我那行，两百就两百，我那个证据啊是要有用的，等下发给我。那、啊、行，我给你看一下是谁啊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又是这个死八婆。我发给你，我发过来给我。这个烂赌鬼，死肥豹的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但是你不要说是我说的哦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就是那个死肥豹啊。走，老婆，我找他去。走。嘿，哎呀，阿强发癫了你啊。哎呀，来我家吓我两公婆，滚！我就是发癫了才来这里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呀，装的人模狗样的，居然学会了偷鸡摸狗！那不是，你不要在我这里胡搅蛮缠的说我偷鸡摸狗，我什么时候偷鸡摸狗了啊？你不要乱说话啊！赶紧滚，爱滚哪里死哪里去！看来是惯犯啊，脸不红心不跳的。还什么脸不红心不跳的？你要说话要有证据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拿真的封你嘴巴起来。我跟你讲，死肥豹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我是在给你机会，你不把握你就不要怪我。你把握机会，给我死你脸啊！好，你这副死性不改的样子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我都后悔了。嘿，嘿，熟悉吧？这个是谁呀、啊？你讲就有用吗？我都备份好多了。阿强，是谁给你的？这个你不用管。姐姐是那个死山仔，那个山仔，我抓住你，我掐死你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懒得管你们的破事。哎，乔哥，你看吧，我既然你家你都知道了。确实，你家那两只鸡是我偷的，你等一下啊，不消消气啊，消气，怎么消气？老婆，等一下要好好收拾他。对，还对我们大喊大叫的。像他这种人呢、啊，是社会的毒瘤了，可恶极了。那我现在，哎，我鸡也吃完了，你这样吧，拿两三只鸡蛋去。去那个什么孵出来就得行了。你怎么不帮我孵出来啊？哎呀，我不会孵啊，你拿来孵了，我多送你一只，到时候也是老母鸡啊，孵出来。我也不跟你废话啊，两千。两千没有。好，我就拿这个去啊，交到派出所，让你好好的踩缝纫机。喂，回来宰到冒烟去。嘿，你还学了一门技术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这拿去给公安也没有用啊，就我才卖了400块钱，大不了就教育一下，我不怕。哎呀，你还蛮熟悉的嘛。那我听说你哥可是我们这一代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，我这个视频要是传出去啊，我让他职位不保。不要这样，让我哥知道的话会打死我的。哎， OK， 反正他再给我打生活费，你不要告诉他。还告着你哥打生活费啊？三千。哎呀，
你这坐地起价嘛？我也不跟你废话，给你三秒钟考虑，三秒过后我直接走人，你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我这是我哥刚打的生活费，你说给我哥听的话，我哥到时候钱都不会给我发回来了。哼，你知道就好。这才有2000，两千就2000，这里哎，还有这么一辆，哎呀，哎呀，阿强，这个是我哥买给我的，我都还没开过呢，你不要闪一边去，拉拉扯扯的，我跟你很熟啊，我哥知道的话打死我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再拦我回去，我就把这个视频放到我们村广场的那个大屏幕上，轮番的放，轮番的放。我让你哥啊，在这个村里面啊，怎么混下去？哎，不要啊，别动啊！哎哎，老婆，阿乔啊，上来！阿乔，你不能开走啊，乔啊，阿乔，滚！哎呀，阿乔啊！那个死山仔，哎呀，我今天我的小山仔怎么敲死你，死山仔！